可以走啊。是你教会我什么是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给他。等一下，我将会在这边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。OK， 现在时间是5点。其实我现在有一点乱，我不懂要做什么东西先，但是我就是知道有很多东西要做。OK， 我觉得我应该要冲个凉，舒缓一下，再彩排之后才。哇，我好紧张。所以我们现在先，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我准备好的一个花，然后求婚戒指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我要穿的衣服，鞋子就是这样子啦。我先快快去搞掉我想要我应该要做的那些东西先，再继续记录给你们看。OK， 喂，现在他们在 group 讲还有一个10分钟就要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卸头发，然后去踩个牌。10分钟里面他们就会到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快烧快掉，快快快快快。哦，现在我心情是很忐忑，然后又很紧张，然后又很矛盾的同时，我又很空白，我不懂我自己要怎么样。哎，睡到蛮好看的，我丢。你们一定会是觉得哇，什么脸哦，不是分了，然后怎么现在又求婚又结婚这样子？我只能讲你们懂的东西太少了，然后我也不会就是把我的私人感情事太多的这放在 social media 上面，然后可能会导致这样子的这种情况。但是你们相信我，我们现在不是小孩子在做麻辣黑给你们看，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是来真的。支持我的，请你们继续；不支持我的，也谢谢你们观看我影片。然后如果还是不支持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划走了，谢谢。我现在又听到我们讲到了什么来的，所以现在是这样。啊？屌了！彩排都没有彩排干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讲一定很 rush 的。嗯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现在这个交给你啊，什么时候要拿给我嘞？我等一下我会拿这电话讲，我讲差不多了啊，总之我一 Q 你就对了。我讲完了，我要讲的东西，你愿意嫁给我之前，我就给你拿。OK。哎，要到了，先赶快走走走走走走，要去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来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，来来来，来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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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走，可以可以走啊。Bang！ 有来有啊！
下车。在你身边帮你 settle 完所有东西，只要你一生，我怎样我都会飞过来帮你 settle 掉，帮你解决到。所以现在，我恳求你，也把你的双手和下辈子交给我，我要好好带着你一起走下去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疼爱你，关心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会越来越爱你。什么话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